大家好啊，我系嚟自香港马鞍山嘅余志嘉 Electra。咁我今年咧就代表香港参加咗呢个亚洲超模新四代 Asia's Next Top Model Cycle 2，就系呢个第二回啦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，或者大家都系香港人啊嘛。请大家帮手 like 一 like 我嘅 Facebook 专页，有咩消息嗰个 update 大家。多谢大家支持，圣诞快乐，拜拜。